爱，最后一个字，爱。爱，嗯，再来。爱，很好，再来。爱，很好，这句话再来一次。我叫陈明爱。非常的好，这三个词语我随机选一个，你来回答哟。第一个怎么读？贵姓？再来，贵姓？再来，贵姓？第三个字怎么读？叫再来，叫再来。叫，好，这句话读一次。我叫陈明爱，再来，我叫陈明爱。很好，这句话再来一次。我的名字是陈明爱，非常的好，再来一次这个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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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名，名，名，名。名，再来一次，名。很好，我们进入下一页的学习。第一个先生，就是一种称呼，Sir，知道吧？知道，好的，先生，先生，好的，两个字都有点困难，那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来。第一个先。